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讨论的课题。你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转念，对吗？转念之前我们还有两个字叫做自在。这个转不是硬硬的转，是很自在的转。所以现在呢，我要跟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哈，请把你的东西放下来，请你站起来。哦，看看有没有空间哈，给自己一些空间哦。好，你们会转圈吗？会哦，大家都有转过圈对吗？有哦，肯定有。那你们转一圈给我试试看可以吗？来，一二三，转。感觉如何？还好对吗？很好，我们转两圈试试看哈。来，一二三，转起来，两圈。好，感觉如何？哎，有些人好像转了三圈。感觉如何？有一点晕，谢谢，请坐。给大家醒一下，晕了。有一点晕了。大家有没有看过舞蹈表演？有没有看过那些舞蹈家在转圈？尤其是芭蕾舞哦，转很多很多圈，而且是单脚转哈，转很多圈。那他们不晕吗？他们不是人吗？晕不晕？晕的。怎么样可以不晕？有谁知道？ Focus。 喂，你们这么厉害的。你有学过舞蹈是不是？那你怎么知道？对了，他讲到了一个重点哦，有两个秘诀，为什么舞蹈家转圈是不会晕的。第一个就是你要盯住你的目标啊，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帅哥，你就看着那个帅哥。当我们转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是不跟着身体转，就是说如果我这样子转，我跟着转，我一定晕的，明白吗？但是我们转的时候呢，我们是身体先走，头留住，明白吗？因为我眼睛要盯住那个目标，不离开那个目标的，所以我要转转转到我的身体已经没有空间再转了，我的头要很快的转回来。回来看哪里呢？还是我的目标。也就是在我转的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目标。这是第一个秘诀，大家要记起来哦。我们现在说第二个秘诀，请问有谁知道是什么？知道吗？有谁知道吗？不知道啊，没关系，我要分享一下。第二个秘诀呢，就是我们要找到身体的平衡点。你的身体它有一个轴心啊，在这里就是你的身体的轴心。我们真正身体最平衡的地方在我们的核心，我们叫 core muscle， 有听过吗？你身体的核心，中国人叫丹田，听过吧？任何运动都离不开运用你的丹田。怎么去找你的丹田呢？把你的身体左右分一半，上下分一半，那个点就是你的丹田点，也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在你还没有来到这个人世间之前，你是在那里边的。所以你想象看，它是不是有很好的能量的一个地方，对吗？所以我们有气成丹田，它的意思就是让你的核心抓准，找到你的平衡点。想象看，如果你在转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你是不平衡的，晕吗？肯定晕，而且你转两圈你就跌下去了，对吗？所以我转的时候是不是我要保持直立，对吗？两个秘诀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帮助？我们来回到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要盯住目标。盯住目标对我们的人生有帮助吗？有。我们来讲一下，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比如说我要跟一个人商量一件事情，跟他达成一个协议，对吗？达成协议是我们的目标，或者是我的目标。但是商量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商量的过程里边，一定有很多碰碰撞撞，对吗？你以为他会这么想，可是他偏偏就是那样想，那么就出乎意料之外，可能达不成协议哦。我们就会吵起来，是不是常常有这种状况？然后我们吵了之后，我们就忘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达成协议。我们会忘了，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争吵的过程中，我们让情绪主导了我们的方向，对吧？就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所以当我们忘记目标的时候，过程变成了重点，对吗？可是如果我知道我的目标是那个，过程怎么样它不重要，因为它是一个过程。过程为什么叫过程呢？因为它是会过去的。
目标是不会过去的，它就钉死在那边，对吗？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个道理之后，无论我们跟谁在沟通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纷争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状况出现，它不重要，对吗？因为重要的是你的目标，你要什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说找到人生的平衡点重要吗？有没有看过或者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很极端的一个人呢？我是哦，我承认哦，在我没有学习正念之前，我是很极端的。我的人生的颜色只有黑和白，你不要跟我讲灰色，我不承认灰色地带的存在。OK， 所以我从小呢就是很正义感的那个人，知道吗？会帮同学出头，去跟老师争取啊，什么什么的，我都在干这些事情。我在想，如果我是生在那个二战时代啊，什么时代，我就是那个女青年走上街头的当初的我。但是学习正念之后，慢慢觉察看到自己之后，就发现到，哎，原来灰色也挺漂亮的哦，这个灰色也是人生其中的一个颜色，我们不能够否定它的存在。所以慢慢的把那个极端呢给拉回来，让自己变成平衡。当一个人很极端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他不会是一个快乐的人，对吗？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会坚持他自己的观点，他不愿意做出一点点的调整和改变。所以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快乐的。为什么？因为他抓紧了他自己的理念，抓得很紧。就像我们这个样子，当你抓紧紧的时候，你是不会放松的，那怎么可能快乐，对吗？所以当我们懂得在我们转的过程中，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大转圈，对吗？你转来转去，其实你是回到原点的，有没有发现？哦，它是一个圆哦，地球也是圆的，人生也是圆的哈。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说山水有相逢，它也是圆的。